虚拟摄影室，位于两间小团体放映室之间，室内配置蓝幕与虚拟长影软体，主要是提供读者一画教材、新闻播报、教育训练节目录制、虚拟长影替换及自动去背。读者只要达限定5至10人，即可由图书资讯馆网页自行下载，或向本中心服务台索取申请表，办理借阅使用。